大家好，我是爱与恩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三角洲行动支线任务前线共鸣全攻略教学，三角洲行动主线任务隐秘之路全攻略教程。今儿气色不错，咱们可以从这儿撤离。
帮你充分了解失败原因，并做好应对措施。零号大坝危机起伏，请多加小心。了解当前目标将帮助你做出明智决策。受伤了吗？我来帮你。有高价值物品存放在这里。今儿气色不错。
行，要我们进阎王。从这撤，咱们走。完成了行动目标。开车，往这儿走。
把他们办了。